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直觉还蛮准的，就是玩玩游戏啊，或者是交朋友啊，其实一直都是挺好的。直觉感受到的事情啊，通常我玩游戏呢都会赢到奖品啊之类啊，而且交朋友都是以往都是交到一些很有义气啊，对我很好的朋友。也有，可是次数不多，对对对，所以很快我就直觉以外，就是很快就在时间就可以证明到我的选择是对的，对。其实两样感觉也有，就是一方面觉得哦，这个卸任了以后，把这个责任交给下一个的师妹啦，然后同时间也会自己觉得啊，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？所以也是有一点担心在里面的。